投笔、点餐、确认。之后你要做的事情就是等候十秒就可以取到快餐了。由湖南金马智能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研发的这种自动售饭机，采用世界最新前沿机器人科技，以高科技人机交互平台为基础，代替传统店铺和服务人员。不过机器的推广还有两大难题需要解决。盒饭呢，大家知道是食品这个要求比较高。